哎呦，别哭，新娘要多笑。这孩子真的是。你见过新娘吗？只是她裙子上的。没有，她可能在婚房准备吧。有谁见过新娘？啊！等一下，你们看见新娘了吗？哦，我没看见。哦，也许她在跟裁缝改裙子吧。我就是裁缝。啊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躲在这里了啊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告诉别人、啊。你对裙子做了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破了你做的裙子。我只是还不想结婚，我不想。哎呀，不不不，别怕，这件衣服是我为你做的，我来帮你吧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别担心，别担心。喂，新娘在里面吗？仪式都要开始了，请你快点进。来来来，她在那儿。谢谢你，别管我，快点走吧。